我叫做米娅，是这个英会馆负责人。本来想讲我一套较正式的衫，学一下妆，才出去招待您。 想袂到恁这阵着急，连我的个人化妆休息室拢总礼拜啊。其实哦，王剑是刚刚讲，迄个放火嫌疑犯去伤着别人，所以才较冲动，请你莫见怪。我了解。其实我听到会馆内底有纵火犯，我马上叫保全去找人。我遮有足侪贵宾，大家拢是因为姓林才会来我遮消费，我总是爱负责因的安全。 你讲对吧？你确定是去找人，还是去放伊走啊？张姐，你嘛真爱讲生肖，即马警方已经把这栋大楼拢包围啊！莫讲放人啊，即马就连我的锁嘛送袂入来。就算讲我要放人，马上会互你抓到，我哪有需要家己找家己麻烦？巧，知影甲阮做对是袂了工。 安尼恁敢有找着人？也袂。无找着人，恁雄雄遮尔济人来，安尼我今仔日营业损失要安怎处理？总袂用诶，恁凊彩听到一个风声，无准时，人是毋是伫遮就来找？安尼万一煞手臭哦，阮敢有赔偿通摕？我只是一个做小生意诶查某人，请恁莫为难我。 够有人逼的，无吧？你家己毋知回头硬要了落去，即马搁直接解渴咧，是啥物意思？毋知影王姐为虾米会用撩落去三个字来比如？恁检察官是优秀的人，有国家的薪水通领，而毋过我甲会馆的员工是一般的老百姓，为了生活，只要无违背家己良心。 这个钱，我嘛是趁家你所同的。免讲遮尔好听啦，这间会馆哦，敢有参照你讲的遮尔单纯？你家己心内在在，我甲你苦劝哦，你上好是甲阮配合，甲阮交出来，较免我一日到晚来遮去影响摕你做生意。王姐若是拍算互我的会馆做袂落去，我嘛只会当接受。毕竟你的手头还有国家的公权力。 就算我店卖人客，身份搁较尊贵，嘛比袂过法律，敢毋是？你了准安尼讲，会当我嘛即间会馆的秘密性，好啊。敢要我去找所有员工来分开侦讯？我着毋相信我找袂着真相。看起来王姐即马是想要用比较紧的方式来得到你要爱的答案。看阮家己起来乱，互相不乱对方，恁徛伫边仔看。 顺续甲恁认为是犯罪的人掠起来，我敢有讲毋对？陈英雄已经为我个人化妆室的密道安全离开啊，请总裁放心。对啊，你是我打电话给你的时阵，你敢若甲厝内人伫食饭，敢有甲恁交流？ 你即阵嘛，应该定定有心事。你是安怎看得出来？你的白头毛阁变较济啊！若是无烦恼，哪有可能白甲遮尔紧？林刚，我替你抬头毛。嗯？这是这个微笑吧？我已经检查过啊，请总裁看一下。免啦，免看。 我相信你，你拄则帮助英雄啊，互伊离开这，无去用脏着，就证明你对我诚死忠啊。那总裁什么时阵想要挂销，随时过来，就亲像一杯茶，想要啉，随时敲电话给我。茶真好啉啊，好啦，你去买啊。
我那边来吃。好。我想后生呢，计有闲啊，赶紧来看。啊，若无啊，我恐怕袂记伊生个啥款。我会甲伊讲，家中才放心。你为倒位跋倒，就为倒位重新徛起来。你的亲翁还佫食面过敏，嘛伫顺发，你嘛已经讲啊。伊的犯罪证据还佫动机，因做才生气，应该是因闭起来惊你这条。为啥你讲无唔对？啊，不过到底要怎做才好啊？林美妍心肝这么恶毒，竟然会当获颁最佳优良员工，这个世间到底有体力无？啊，你物件袂记摕啊？伊有这个锁匙，代表伊甲姓汉一定是足亲密的关系。刚刚是女朋友，啊，不过住伫遮这么久，从来拢唔捌听到姓汉讲女朋友的代志。啊，是讲伊是前女朋友？你是姓汉，叫苏永林？不是。哦，安尼我知影。我问你，你甲姓汉是在外久啊？恁今嘛在同居？不是你想安尼啦。代志有淡薄复杂，我感觉还是让姓汉来甲你解释，会较清楚，较袂有误会。误会？有啥物袂当讲的？刚讲你不是在交往，只是到底。绝对不是，我跟姓汉拢不是迄种人。啊，姓汉个性你应该嘛足清楚的，毕竟你交往过啊。虽然讲我唔知影恁即摆的关系是啥，唔知影是分手啊，是现在进行式。啊，不过我跟姓汉绝对是清白。你廖春讲，我是伊的前女朋友。物件袂记摕，啥物物件袂记你摕？啊，你哪会走来？哎呀，你好好讲话啦！伊跟咱国会哪会关系啊？我不叫有解释啊！就算讲你是阮妈，你嘛袂当无讲一声就走来。安尼是私闯民宅啊！我想恁应该有足侪话要讲的，无我先离去哦。你交女朋友，恁即卖同居，有一个人甲你照顾，我嘛较放心。是不是女朋友啊？我刷向你报告，我不是囡仔。固定因为霸凌会馆的代志，你受气？那恁你讲啊？你想要开一间店，你哪会有钱？敢是？搁是倒一个小弟搁给你啊？咱母仔囝讲话，应该无需要发价。你回答我，想怎开迄间店？你刚才迄间，我所在时阵看到你，迄周边偌歹看，我根本啊，就唔敢承认你是阮妈妈。你唔敢认我，我会当体谅。毕竟你即嘛是检察官，迄间的状况确实无适合跳破咱母仔囝的关系，所以你现场，我嘛继续跟你无熟识，敢唔是？不是迄个问题，
早人都散去，你母亲父子做酒店，跟我超人大汉，迄个时阵我得救抓，我一定要出头天，一定要把你救出杯笑饮酒的日子。所以我真认真读册，我嘛考条检察官啊。啊你呢？煞无愿意回头，安尼继续聊落去，我真正无好意思呢。你是一个这么虚华的人呢？你重视你的工作，同款，我嘛重视我的。既然咱两个无法度欣赏对方的工作，那安尼互相尊重，不是就好的？所以你怕什么？继续聊落去是？好啊。那我歹听话讲头前，我是检察官，任何违法的行为，我拢无可能准多耍。卡说恁爸恁会管，真正有啥袂记讲的代志，就算讲你是阮妈，我嘛会依法行事。唔免考虑啊，做你应该做的。现在有人给你照顾，我就放心了。就是那黑豆豆啊，有人开车把我弄，成功幸福啊，幸福啊！放手，你放手！那件代志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，谁人在最近搁常常想着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事，你先去忙用你的。好啊，你的手拢烫着，哪有可能没事？真正没事啊，你白天嘛无讲介绍。哎，这样就多谢了。没啦。信强，想袂到会伫遮看到你，你也是甲当年同款，缘投阁温柔。是的。上次的约会我知道，谁知道那次的知道会让我过二十八年才又跟你见面，那个时候你一定很失望了，不过我相信你已经找到属于你的幸福，这样就好。凡是当年的失约对你来说全都是一件好事情，你是一个运气很好的女人，多、就、谢、是、你我心中幸福。我先来走。啊，你等一下啦，我阿婶连着回来啊，我请伊载你去看医生，安怎较安心啦？唔免麻烦啦，我有代志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啊，真正等一下啦，信强。